心，而做呢行更重要的是恒心和要有毅力。好似炮王刘生入行至今，炸过大大小小十多个山头，亦遇过无数的挫折，但他一啲都冇退缩，相反，每一次险阻更令他思考，从而解决困难。而炸山同做人一样，一定要有周详的计划。我哋一般的程序咧，一 start 嘅时候咧，我哋就睇个粒山点样嘅。所以我哋點樣打窿，睇打幾多個窿，我哋就安全措施正開始放炸藥落去嘅，慢慢炸嘅。炸山嘅時候會因應唔同嘅石質同埋山形去決定炸山嘅方法。舉個例，大家可能會容易明白啲嘅，就好似炸啲石質偏硬嘅麻石山咁，就會由山頂開始一級一級咁炸住落嚟；而炸石質偏軟嘅白石，就會喺下面放炸藥，座山就會成座冧落嚟噶啦。炮王刘生决定俾我哋体验炸山采石嘅实际工作情况。经过勘察，呢座石山嘅其中一幅山岩就系我哋爆破采石嘅目标。接落嚟嘅工序就系要用钻探机进行钻孔嘅工作。钻孔要有准确嘅定位，唔可能有丝毫偏差，否则就会酿成重大伤害。虽然有机器的帮助，但是机器始终都是需要人控制，加上不同的石壁岩层有不同的密度和大大小小的洞孔，一个不留神就可能会棘住钻嘴，甚至将钻嘴损坏。嗱，刘生一睇我哋身后就知道是钻山机啦，咁样样通常钻山是要钻几深呢？我哋咧睇山嚟整嘅，但系依家咧，你咁样睇到喺依样，我啊占六十尺，六十尺深咯。嗯，系啦，咁阿刘生有咩难度啊？其实咁转山呢方面嘅嘢，有噶，我哋嘅白石啊，好衰就系佢入边啊，好地地有窿啊，又好地地烂开啊，我哋就成日夹开我哋嗰啲柴。咁有咩要注意啊，刘生？系啊，好注意嘅，我哋嘅人就要企住呢度，要睇住咯。哦，唔系啊，好冤枉嘅，嗰一支插依家好贵。咁啊，刘生，如果玩转山嘅时候咧，咁部嘢棘住咗，即系有啲问题出现啦，咁应该点算好啊？哦，我哋攞得出嚟嘅，睇爱时间。我哋慢慢掹你掹你，有時掹到一日，佢正走得出嚟。哇！成日啊！哦，好唔簡單啊！係啊，既然係咁，劉生可唔可以俾我哋試下睇咁樣？得，我依家就開俾你試下啦。好，行下俾你。啊！依家我哋俾佢轉開先。絕對不是一件很輕鬆的一個工作，因為其實你見到個師傅咧，佢淨係喺度喐下喐下咁啫。但係當中即係嗰啲灰咧，你射埋你嘅面嗰度嘅時候咧，你會覺得好難呼吸啊！但係你一轉係咪你有十幾分鐘喎？你轉唔夠嘅話係咪就等於白轉喎？其實喺轉孔嘅時候咧，佢會有好多嗰啲沙塵咧一直撲埋你嘅。係啊，因為轉個孔咧其實都要花好長一段時間啦。咁你要喺度長期咁樣。被沙塵去覆蓋自己，其實是很辛苦的，但你真的要去堅持住。經過鑽孔的程序，接下來就要準備安裝炸藥。炸山的每一行工序都必須講求準確，尤其是炸藥的份量，太多會造成危險，但是太少分分鐘炸不到你想炸的範圍。另外，因為政府條例規定炸藥的份量是要用多少就攞多少，還要一次過用完，自己是不可以私底下存放的。有人會以為炸藥很危險，
但是对于这里的工人来讲，炸药是他们工作的用具之一，同风炮电钻一样。不过在接近炸药时，一定要遵守一个守则，就是身上可以带手提电话，以免电波令炸药引爆。林超平先生是石厂的炸山师傅，亦是刘先生的好拍档，主要工作是安装炸药和接驳引线。不过据他说，原来炸山都有很多种方法。目前这里是有一种、两种、三种，即是一个用电的，一种好像我们点红炮那样的那些 fusion，你點咗起火，慢慢行行到嗰度去炸。你一種就用 ECD 就最會冇危險，不過比較貴啲啦，好少人用。炸山所用嘅炸藥，因為同引爆裝置雷管分開，所以安全性都好高。不過工人喺安裝時就要注意，可以背向山崖，因為如果一旦有突如其來嘅事故發生，自然反應會向後退一步。咁樣就會好容易跌落山崖。另外，林先生仲話，如果要炸藥發揮得最佳效果，就要加入適量嘅添加劑。嗰啲係 booster， 因為講 booster 即係講好似我哋普通嘅炮藥，即係講一個 cap， 整嗰啲炮品雞唔夠嚟，我哋加嗰啲係 booster 嚟嘅，比較強啲。其實做人做事亦一樣。死猛用力可能会令到事情变得一团糟，但如果学会借力打力，又或者找一些工作上的添加剂，可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一块炸药、一支雷管，再加上添加剂，动作要慢，而且要很小心。最后将洞口封好，放好炸药，更加要小心地下的引线。因为引爆系统已经电子化，所以十分稳定和安全。不过为了安全起见，刘生仍然会重新检查，确保100%安全。虽然引爆系统电子化，但是亦有些情况令到引爆发生事故。即是遇到这样的天呢，竟有那些闪电啊，閃電要縮到氣啊，氣格都要爆。咁樣嘅即係講未嚟之前咧，嗰啲我哋啊，點解可以幫你啊鎖住啦？萬一有閃電嚟都好，氣要爆佢。安裝好炸藥，隨時可以進行炸山程序。不過為咗附近居民同工人嘅安全，我哋而家就要開車繞城響警號，通知大家就嚟有炸山工程。20分鐘，我哋就要進行炸山啦。咁為咗附近嘅工人嘅安全咧，我哋呢個時候就要搖城響警號，通知大家就有炸山嘅工程。下一節。两位主持将要面对炸山后采石的工序。下一节，看我72行。